这张是他在2009年的时候，他跟 LeBron 在同一场比赛，他穿过的球鞋。可以闻一下 Kobe 的脚臭。这些都是我。拜托，我就拿着。好开心啊，好舒服哦。不可能有味道吧？怎么可能都处理过了啦？对呀、啊。我闻看嘛，我知道你想闻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邀约？对、啊。闻脚香，有没有哪个角落还有脚毛？那么看一下，它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哎。啊，我觉得很大哎。是吗？超大的。它是2011年 Kobe 拿下第五次冠军后，他特别出了一种可以播影片的卡片，然后全世界只有限量10张。可以播影片。哦哦哦。这个麦克风的。然后还有记录他一些访谈的片段。好特别哦，这个商品。哎，你现在在看这些东西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会。哦，嗯。科比离世的那些所有人，对，觉得是一个玩笑，是一个震撼。我们最想知道的应该是科比的在球场上比过赛的球鞋。好，那我先介绍这一双。这双是他在2009年的时候，他跟 LeBron 在同一场比赛他穿过的球鞋。哦。对，然后他这场比赛拿了20几分，然后传了10几次助攻，也顺利带湖人队赢下比赛。那你是跟谁买到的？这个是跟一个收藏家买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他本人穿的呢？因为就是他有一个证书，可是今天没带，因为有证书啊，有证书。他会比对，就是像这边这种摩擦痕迹，哇哇，然后要跟照片比起来一模一样，哇，他才会 NBA 官方才会开那张证书出来。哦，是 NBA 官方开的，对。可以闻一下 Kobe 的脚臭，这些都是我。拜托，那你这样要确定每一双是不是同个味道？这个才有，是这双，这双你闻过？没有。你要不要感觉被 Kobe 踢的感觉？直接踢在脸上。我就拿着。好开心啊，好舒服哦。不可能有味道吧？怎么可能都处理过了啦？对呀、啊。我闻看嘛，我知道你想闻。这什么？这什么邀约？对呀、啊。闻脚香，有没有哪个角落还有脚毛？那么看一下。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哎。啊，我觉得很大哎。是吗？超大的，所以不知道拎杯，真的蛮大的。人家请归喝。好，那下一双呢？下一双。这双是全球只有限量一双的。第一次在鞋子上面签了4次他的名字，4次？为什么一直没写对吗？还是这边一次，这边一次，对，为什么写4次？这边一次，对，一次，这边一次，还有这边一次，哦，两双加起来4次，是为什么？对，就特别出的。然后他这双本来是黑人月的特别款，然后呢，一般市售这边会是印刷的，可是这个它是刺绣刺上去，这双也是，这双好时髦哦，好漂亮，这双是也是 Kobe 穿过的，对啊，因为我看到有脏脏的，对，就是使用过的，然后它这双是高筒，是它9代自己拳击鞋的那种样式来设计，是他本人签名的，这是他本人签名的球衣，然后这是他最后一次明星赛，是限量24件的里面第24件，24件压轴就对了，然后他就写他参加第18次明星赛，哦，这一张，他是2011年 Kobe 拿下第5次冠军后，他特别出了一种。这种可以播影片的卡片，然后全世界只有限量10张。可以播影片。哦哦哦。这个麦克风的。然后还有记录他一些访谈的片段。哇天！好特别哦，这个商品。哎，你现在在看这些东西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会。哦。科比离世的那些所有人。对，觉得是一个玩笑，是一个震撼。对，这个不相信是真的。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而且小姐喜欢 Kobe 喜欢到还把它刺青在你的手上，这边有刺一个它的座右铭，然后我们解释一下，意思就是遇到困难还有压力跟挑战的时候，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成长，然后这句话影响我很多，是曼巴精神吗？对，感人，好感动，好棒，这些价值
是不是都非凡吧？我知道，因为其实小杰会觉得说这个我不想用金钱哦，对呀，来那个，但是综艺节目还是要一下啦，就是好不好？主要是可以先教我关掉，他要放半个小时，所以是啊，我怕他干扰大家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那他藏到不知道该藏到哪去？这个总要换电池吧？我们世俗的来猜一下哪一个是。价值最高好了，一定是那个唯一一双的啊。但是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是穿过的，千四四的那个。老板，一老板，这双有穿过，看最多了。千四四这个最有价值。对啊，唯一，对，唯一啊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是那个啊。你都觉得是那个？对啊，唯一的。华哥，穿过的那种。我跟你一国，对不对？就请。哎啊，你还没穿？对，我觉得是这个。哎呦，你觉得是那个？科比的这个有声书。嗯，有声卡，有声卡，有声卡。好，那小杰为我们解答。哦，错的，厉害。因为这双是跟 LeBron 同一场，就是有点算是一个世代的传承，经典的比赛。对。